文旦柚近年来因时令节庆与外销因素，导致国内文旦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，因而如何有效透过加工技术提升柚子附加价值，解决产销问题，同时又提升柚农收益，是一件重要课题。众所皆知，人工剥柚费时费力，且易导致作业人员因柚皮精油而出现受伤现象，因此鲜少有业者愿意投入柚子取肉生产，故其柚子相关产品能见度自然也低。若可以机械化取代人工作业，应可大幅改善现有困境。因此本研究室与业者共同开发柚子削皮及取肉装置，将文旦柚洗净并去除表面脏污后风干，再透过柚子削皮机去除柚子表皮及果肉上多数白膜，降低果肉因接触白膜变苦的几率。接着透过取肉装置集中后，即可进行杀菌、包装及低温储藏，便于后续加工利用。借由设备导入，可大幅减少人力成本的负担，同时提高生产效率，进而增加文旦柚相关产品上市的机会，从而达到农民、业者、消费者及政府单位四赢的结果。